我觉得哈，虽然现在人很多，但是呢没有听到掌声，我们多给一点二楼的、三楼的一起来给好不好？不要不要不要，不要给掌声！你们多些掌声，他们就多讲一些话。谢谢谢谢。因为其实我们全部都是刚从泰国刚回来嘛，那回到这里感觉到有家的那种感觉，真的是很开心。谢谢大家大家都来节目，真的是非常感动。谢谢你们进来，谢谢。我想大家很想要知道说，继上一部你刚成了顶呱呱呱之后呢，这部新作品呢，其实有什么样不同的新感觉吗？最大的不同应该是之前爸爸要就是歌台就是在华泰周围，然后这次呢歌台就打造这里面，就是这里的一个背景。对，然后你可以看到他们有很非常精湛的演出，为艺术牺牲。艺术牺牲，你们在演出？我不知道，你要看自己知道。没有啊，毕竟今天我们是怎么想出来的，没有西装手段的就是一个被艺术的玩手艺的。会蹂躏，会蹂躏的。OK， 我们来刘玲姐来讲一下你剧中的角色。我的角色，其实你外面叫做老年灰。还有呢，这部戏里面呢，什么？你说什么？观音啊！观音好，你要看啊，一定要看，因为这部戏呢，我跟八八幺观音不是阿五啦，他演我的孩子。这部戏我跟他有睡在床上一起耶。你们说是什么？想知道要买票去看电影，对不对？先不要讲一点，不要讲，不先卖个关子。好，然后在剧中你是饰演那个王星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？关系啊，那再来给你介绍吧。你们戏里面叫什么名？我在戏里面叫刘莲花。就是演一个零一的年轻时候的那个阶段。那之后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？我看我看了电影，因为你把这个对，还要问吗？你那个时候你比较小力，到我这边比较大力的。其实王静讲一下，这次在和陈子谦合作呢，有什么样的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吗？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越熟了，他就越来欺负我，然后就不是你要求比较高吗？要求比较多，就开始欺负我了，然后从八八幺要我低头，然后现在更熟了，就我刚才已经说了，牺牲最大的牺牲，更大的牺牲多少？意外之伤，就是他就安排了一场，就是弄到我会遍体鳞伤，伤痕累累。然后其实很可惜，今天跟新武没办法在我们这里会合。那你在剧中是饰演他的女朋友，对不对？对，她是我的情人。你们是情人？然后在剧中你们两个的关系是如何的呢？他是我心目中的白马王子，然后在戏里面你们会看到很开心的一些，一些情节，就是我会跟他有一些小小的谈情说爱的一些浪漫史，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来看。所以这次这个戏武他在剧中会讲话了，有这个。对，因为他已经退休了。好，那是第一次回来就开始拍了镜头，对不对？那阿武这一次他不是讲话，而且要唱歌，而且还有跳舞。对，感觉很棒。我还跟他听过的，唱歌跳舞，这个是他的歌声吗？他是幕后代表。OK， 而且他那位幕后代唱真了不起，他歌声太棒。是啊，先卖关子，先不要碰的太多。这希望大家可以在8月13号刚刚正式上映的时候可以买票去看 ，OK？ 但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要问这个司机大哥，就想说，其实还蛮多朋友就是很期待这个剧中有一个小角色，这个孙燕姿里面有参与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也听说是他主动先打电话给你，对，所以说他就非常喜欢爸爸这部戏，然后自己就设了，是不是因为他设身角色吗？是特别为他设的，因为之前他就是说他不想来演古装的东西嘛，然后我就想说，不一样，我是他比较喜欢挑战，比如说不喜欢做的事情，就以前我就是让我们塑造一个角色，然后再就是跟你一起谈一下看歌怎么样，然后我跟他讲这个角色，他讲说好啊。
我们从来没有吃过这样子，它是大鱼的，它真的很大。真的很不简单，而且这条是我们的国宝级的一个歌手 ，OK。然后他的处女作呢，就是给了这个陈子炫的他的处女的这个演出，好不好？不，这么说，好，当然就是在我们今天带来一首歌曲，名字叫合唱首歌曲，叫做什么歌名呢？小鱼仔。哦，你们也知道了，好，来。